说你的小朋友现在会一招是你发脾气的时候，他会来摸你脸，叫你不要再骂。我女儿，我对我儿子大骂的时候，他就会，他会盯住，然后他就会哭。然后你就觉得哦，我可以更大声，因为他就哭，他就啊，然后你就知道他怕，你就更大声。然后我女儿只要我骂，他就这样看我，然后我再骂他就会。我骂很大，他就会摸我的脸，哇！他就这样摸，他就这样子，爸爸不舒服哇！不要生气，爸爸，好厉害！不要骂了，我懂了，对不起。哦，好厉害！所以他一讲你就骂不出来了，对啊。可是哥哥他你怎么骂你就骂得更凶，因为他就哭，妹妹就说爸爸不要骂，怕怕。那妹妹会来救哥哥吗？不会。只救自己，他只要摸你的脸，他就说。不要骂了，我对不起。那如果有一天你儿子骂你弱点，爸爸，对。儿子不能摸，对啊，儿子不行，他不会这样做。儿子要军事教育，他就是会这样做。女儿她就会，我也不知道她哪里。儿子去摸妈妈的脸就可以，有可能。没有，我儿子我一定军事教育，绝对。是的。你现在是女儿，你就讲这种话。是因为我本来一开始怀孕的时候，医生跟我说是男的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已经是要准备军事教育。你干嘛？为什么要讲？因为儿子他以后要成为国家的栋梁，然后要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啊，然后后来做了羊膜穿刺，医生说哎是女儿哎，然后他我老公就说怎么办？因为我本来对我的肚子很凶，你要怎么对肚子很凶？就是他有胎动或什么的，我就会跟他讲说不要提这边不舒服。但是对，就心里跟他感应讲话的时候都很凶。变女儿的时候，我老公就说怎么办是女儿，我就说女儿平安就好，然后就开始在乱踢都没有关系，大吃大喝。所以原来如果是儿子的话，你说你在怀孕期间会很有纪律的限制自己，说也不准吃这个，也不准什么那个。哦哇，天哪，你竟然会有这种想法，要儿子跟他一样。对啊，对男生就会不一样，所以男生挨骂就。然后女生，所以你理想的状态，你儿子被你骂的时候，他是要怎么样？很镇定的立正。就是我会叫他站好，手放在旁边，然后要贴紧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他有然后看着我，然后骂完还要 yes sir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骂你吗？懂？下次会再做吗？不会。你希望这样子？有发生过吗？有，常常能做到。常常做到，他也习惯了，他每次被骂就。不会真的 yes sir 吧？不会 yes sir， 可是我会问他，你懂为什么爸爸骂你吗？他懂，然后说你讲一次，因为我做错什么什么什么。他很乖啊，然后女儿就很乖了，女儿就可以了。女儿现在根本骂不下去了，我只要一讲，他就马上就摸了。哎呦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哪里学的，因为应该电视上也没有看过。他看你看妈妈做的，妈妈也不会叫，妈妈直接打我。可是你今天讲的这个故事的话，会不会女儿都会学会啊？我真的不知道女生怎么，他们会吗？好可爱，对爸爸这样子。肉包睡着了，肉包在睡觉吗？我肉包。骑马骑太累了，骑马很累。好了，让肉包睡没关系。女生就会比较温柔啦，啊，本身就比较温柔。所以萱妈，你的女儿被你骂的时候会摸你脸吗？直接说妈妈我要乖乖，然后直接亲我这样，我就打不下去了，也是这样子啊。这就是他的假发照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真人版金小乙，而且有是不是还帮他化妆了？我看过，没有啊？没有吗？没有，纯粹只是假发跟眼镜。对啊，好像你说萱妈说她这个照片放出来之后，有妈妈规定她说你不可以给小孩戴假发跟戴眼镜，是不是？对，不知道他们就说什么鼻子会塌，然后那时候很热。他说会热，这样。可是又不是说戴一整天。对啊，就只是拍个照，然后他们就会这样子讲。这些都有放在 Facebook 上吗？对啊。这我看过。这就是那个16万赞的那张照片。嗯，对，这一张。对。所以他有因为什么新闻报道吗？还是有？有啊，这是不是很多妈妈会做的事情？就是会打扮自己的小孩。嗯，应该会啊。没有做。徐小溪不会干这件事。我觉得我们家我啦，我自己比较没有性别的分别，我觉得就是一样。不会想把他们打扮成很好笑的样子，或者很可爱的样子吗？我女儿天生有喜感，已经不用特别打扮，她非常好玩。OK， 那影片会放上网吗？我比较少放影片，大概就是照片比较多。这个是他们过年的时候自己写出来的。真的耶，女儿真的是比较有喜感。对啊，我女儿很好玩。他们两个相处怎么样？
他们两个相处，其实这是一些很厉害的。哦，对啊，就是他剪了一根头发，然后我回家之后发现奈良美智的这一幅画跟他就一模一样。他为什么在生气呢？对，他的表情会在学。因为那时候哥哥在旁边一直说你头发好丑哦，你头发好丑，他就生气了。对，他就生气。他其实觉得他自己很漂亮，但是哥哥在旁边说哥哥讲的生气也蛮有戏的。对啊。然后这个是他们一年前，兄妹差几岁？4岁半，就不会吵架。哎，这件事情很妙的是，他们之前是天天吵，天天吵，就是哥哥呢要去弄他一下，弄他一下，然后妹妹就会来告状，然后我就发火，因为你第一次好好讲，第二次好好讲，第三次好好讲。到第十次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火，所以每天都是在这样的一个重复跟循环当中。结果有一天，大概差不多一个月前，有一天我就看他们两个为什么在拥抱，哎，发生什么非常不寻常。然后呢，妹妹就跑来跟我讲说，哥哥刚才来抱我，然后我这样子摸摸他，然后我就说哦，好棒啊，然后我就去跟哥哥称赞他说，哎，你今天是一个很棒的哥哥，你长大了，懂事了，要对妹妹好什么的。结果那一整个晚上，他们两个抱来抱去，然后我们去吃晚餐，他们两个牵手走路去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到了餐厅，四个位置，通常妹妹都要跟我坐同一边，那天没有，他们两个要自己坐在一起。然后呢，吃饭的时候就两个一直抱，一直抱，一直抱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就好了耶，奇迹就在那个那一刻发生。然后我就问我儿子说，你以为领得到钱吗？还是怎么？没有没有，我问儿子说，哎，你真的不错，长大了。我以前跟你讲的，就你今天。懂了，然后他跟我说，哦，我就是突然觉得我为什么要欺负他，浪费我的 energy， 也浪费妈妈的 energy。这么成熟，对，我之前是见过星云法师之后，对，开悟了，对，是顿悟。所以我觉得小孩这件事情，就是之前我每天都快被他们逼疯，然后那天我真的觉得哇。哎，那你以前都跟我装了是不是？没有了，你要骂还是累积下来有用啊？到他们成长到一个程度，你可以跟他有一个成熟的对话，我觉得那是一件蛮棒的事情。所以兔包，你的两个小孩，你说不要会吵吗？会。他们俩看起来挺好的啊。没有，他们就是弟弟会那个推哥哥，哥哥现在那个下巴的两个伤痕就是他推的。弟弟比较凶哦。对。菜包，看一下。看一下哦，他这边下面有个痕。所以请问，像肉包现在身上有那个马，那哥哥没有可以吗？弟弟有没有关系？如果哥哥有，弟弟没有就不行。哦，弟弟比较强势。嗯，所以现在有造成弟弟拥有的比较多吗？我什么都买两个。那他们双胞胎每天都要穿一样的衣服吗？我都会给他们穿一样。都买，连发型都一样哎。对啊。那他们有高兴这样吗？嗯，他们没感觉，没感觉，太小了。萱萱跟凡凡也是做一样的打扮，干嘛？大部分他们不会要求说，我今天想穿的跟姐姐不一样，不太会。好，走。菜包跟肉包有影片，我们放上看。叫爸爸，叫爸爸，叫爸爸。快点跟我一起喊爸爸万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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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爸爸，快点。你在看哪里？坏哥哥。好了，开始了。好，开始。鸵鸟。鸟。狼。羊。狼。羊。猩猩。鸡鸡。不是鸡鸡，是猩猩。鸡鸡。大猩猩。大猩猩。说爸爸对不对？做的那个效果，是我做的。你会做？我是因为就是想要做他们的影片去，就是自己去摸的。你的能力已经可以做到有黑鸟飞过去，很专业。对啊。所以你每次要花多少时间帮他们做？做这个还蛮耗时间的，就是还要先画那个字，
对，然后再去剪影片这样。OK。对。彤彤，你的小孩呢？这里。哇哇！他们两个已经。徐凯旋已经把到妹了。速度太快了吧？徐凯旋睡到这个。徐凯旋睡。徐云初为人父，抱小孩竟然有模有样。抱 baby 呢，有一个技巧哦，宝宝的头部比较脆弱。好，这样，乖。等他们倒。摆好阴沉哦。没有，在医院里面怕跑到别人，然后别人对他很小声。刚刚跟你抱真的很可怕哎。那但是我的方式是对的，这个就是两点啊，一个先把脖子护住，然后臀部当着护住，可以抱起来。开始觉得过去造孽太多，现在要我过去也是散播欢乐，散播欢乐。